在这堂课里头，您将拥有开发游戏所必须的基础环境，学习到一些程式的基础概念，并在课程的最后将写好的程式上传到 Android 手机上。您只需要一台 PC 电脑或是 Mac 电脑即可。考量到可能有制作 iOS 版本的需求，能用 Mac 是最好。当然，使用 PC 也只是麻烦一些，开发完全没有影响。需要 iOS 版本时再去借别人电脑也是可以的。一般来说，您的创业成本只有上课费用而已。大部分人没有开发过程式的经验，甚至是在学校的课程中遭遇挫折，这是因为有实务经验的程式老师并不多，而学校教授没有实务经验，常常都是就理论来进行讲解，不但无聊也很难懂。我在成大上课时就有相同的感受。在我们规划的课程当中，我会以十年自学的经验将程式概念转换成生活知识，让您更好理解并且帮助记忆，并根据大量的实务经验归纳出作为重要的知识加以讲解，所以才能降低学习难度，容易入门。这么多的学习成功案例，相信您也学得会。这几年来，所有产业对于软体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，相较前两年都有30%以上的增幅，金融业甚至来到了130%以上的增幅。可以说，拥有程式设计技能就能让你拥有面试的优势，稳稳坐领高薪的最好投资。假使您想创业，熟悉程式开发也能帮助您利用软体经营您的事业王国，降低营业成本，从而提高利润。除非您不想赚钱，否则学习程式绝对是您最好的投资。目前坊间中文书籍所教授的内容多半落后国外1到2年，而且作者多半没有太多实务经验，以技术介绍为主，无法帮助您学以致用。除非您极富天分，一般都要花上相对课程3到5倍的时间，才能融会贯通，还没有老师可以讨论作业。时间就是金钱，这可能不是个好投资选择。大家好，我是成华科技大学学生。在毕业之前，其实可能一点基础概念都没有，但想说有这个机会去听听看也不妨。后来发现教导的老师其实是很有能力的，而且学习方针是很扎实，也让我学会了写程式的能力。重要的是让我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技巧，而且学会团队合作的方法。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经验，鼓励更多人去学会写程式。在我刚进去之前，我是没有任何程式的底子。然后，当我进去哥布林之后，我学习了几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因此我的程式能力大大进步，现在已经可以写得出像样的程式了。希望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努力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华科技大学的学生。当初接受哥布林城市教育学院的培训之前，我完全不会写程式，也跟大多数的人有一样的想法，程式好难啊，我不想学。最初会来到这里，只有心里最单纯的想法，我想做游戏，梦想是自己把握的，别轻易放弃。立刻开始学习，立刻入门，立刻实作，立刻开发应用，立刻提升质感，立刻上传手机。